我的同事的大学同学，然后是他的大学同学，大学同学，对，然后他们就是刚好有两个男生，然后我跟我同事刚好一起吃饭，然后介绍认识这样子。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女生就是很娇小可爱，主要是因为她也是练理工类组，所以就是这样子聊起来比较有话题这样子。其实他一开始约我去看棒球的时候，我就整个是心头一惊，就因为我以前是会看棒球，然后就听到他要约我，我就整个觉得哦好热血哦，我要去这样子。有一次去就是他们公司的家庭日，然后是办那个演唱会，就是他们公司就是要求要戴那个手环，就辨识手环，然后才可以入场。然后因为他那一天就是手上刚好有拿很多东西吧，所以我就帮他别手环，然后别手那就是帮他戴上去的那个 moment， 我就突然觉得有点紧张跟害羞，觉得哦，该不是中了吧？然后决定在一起的，就是那一次约会是，主要是早上是我们是去板桥的那个艺文特区。那就是主要那天的话，就是整段路就是只有一直牵着他的手。那所以那天就心情就蛮紧张的，然后他就回家了。对对，然后后来我就回家了。对，然后我就说，牵着我的一整天的手，然后都没有任何表示，我说这人是怎么样，是怎么样，也没有要告白意思，我还是有半开玩笑，我说如果没有当面告白的话，就不算交往哦。就在下一次的约会，我就有做一个告白的动作的，一样还是去了一单车。然后结束之后，他送我回家的时候，然后他就牵起我的双手，说：“我们在一起吧。” We blindly pass each other, floating over the ocean blue, just to find.是约会完我都要送他回永和，然后接着我再自己开车回来新竹。那玉文本身是一个比较早睡的，他平常的话可能就是差不多10点或10点半就上床睡觉了。那我送他回到新竹的时候，可能都已经11、12点，可是他都会希望我说我开到新竹的时候一定要跟他报个平安，然后他都会等我。真的开车回来新竹，然后跟他讲说我已经到了，然后真的可能再稍微聊一下天，然后他才去睡觉。其实已经超过他的睡眠时间了，所以我就觉得他真的还蛮会在意别人的安全，然后蛮体贴。但我对他的个性就是很善良，就跟他外表一样，就是忠厚老实，跟人家聊天起来就是一个很直接，他也不会讲一些他违背他自己心里的话，他觉得好就是好，不好就不好，很直接的一个人。Words mean more at night.Like a song. Did you ever? 我们会想要结婚呢，主要就是我们交往了一阵子，然后后来就是，他有暗示说，我们要不要结婚了这样子。那还有，我就问你说，你对这个结婚有什么打算什么的？我觉得说，就是我已经也是到了适婚的年龄。然后身边也大部分的同学都结婚了，
所以就是觉得说，那爸妈也是很希望我赶快结婚，所以我就觉得说好啊，然后就开始准备，开始规划说接下来要怎么样筹备婚礼的事情这样子。然后在他的身上，我找到一种归属感，所以我就觉得这男人不嫁吗？所以我才就听他想说，哎，那你有没有要结婚的打算这样子？那我们就是为了要住在一起，所以我们就是把租的房子就是我们住在高铁附近。那目前他就是需要每天通车到台北去。接下来就是希望说他能不能找一个就是离新竹比较近的工作，然后就是他工作的地点换离新竹比较近，那我们但是整个生活就可以比较轻松一点。And my skin float over the tide sea so that I could see you.决定结婚以后啊，开始忙着就是各种结婚的准备啊，像挑婚戒啊、选喜饼、拍婚纱等等的事情。那许多事情都是你费心研究比较多啊。那这么简单的回应是因为我只希望你能够开心啊，也相信你的选择。然后虽然我自己常常不够浪漫，但还是想要给你满满的幸福。虽然常常不知道为什么惹你生气，但我会努力学习改进，因为看到你的笑容，我才会觉得幸福。因为我们是要一起走一辈子的人，爱你的志荣。亲爱的志荣，你很会流汗。每次看到你陪着我出门时流了很多汗，却没有任何的怨言，我知道这样子的付出是爱。你很不会甜言蜜语，所以每次当我闹脾气或你惹得我生气的时候，你总是默默的陪着我。我知道这样子的陪伴是爱。谢谢你一直对我的爱都没有改变过，包容我的不温柔，还有不可爱。真的很幸运可以遇见了你，然后也很想对着你说，有你真好。那。哎呦，未来的日子也要请你多多照顾，然后手还是要给你继续牵下去。好，哎呦。希望那时候就是可能自己有生，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之类的，然后可以跟自己的孩子说自己就是我和玉文当初就是恋爱的故事，然后点点滴滴可以让他们知道，可以让他们知道说我们两个当初是如何的相爱。就是我希望，因为我现在就觉得有他的地方就是家，所以我希望30年后我们还是可以继续牵着手。